家好，我是小琼。当网络歌手和实力歌手唱同一首歌，一开口就是差距。张韶涵的歌一般没点实力的歌手都不敢轻易翻唱，而最近坐拥千万粉丝的女主播文儿就挑战演唱了破茧，只不过这一开口网友们就坐不住了，纷纷评论称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。不管再放肆狂涌，受苦你一枪不用那么未来如洪流，也不曾听多处的谎，把你遗忘，随意这就成我倔强的。唐艺也同样是坐拥3000万粉丝的顶流网红直播一姐，前阵子在天赐的声音节目里就和信合唱了张碧晨的代表作《光的方向》，咱说乍一听是没毛病，但随后现场的乐评人就透露，我们看到的版本都是后期调音精修过的。这么看来，张碧晨的这段全开麦现场确实能封神啊！我要披着暗夜里的光，和他一起唱歌向往，靠着生命之火不忘时光。在2018年的某年度音乐盛典上，就上演了什么叫一个王者带六个青铜。这六大网红说起来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唱起歌来直接被李玉刚吊打，这不是超现场，这是现原形啊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10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足迹才美丽，风吹花落泪如雨，因为不想分离。因为刚好遇见你，留下10年的期许，如果再相遇，我想我会记得你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